谁呢？啊，雪鹰呢？我问你，雪鹰呢？他是不是真的掉下黑风崖了？你嚷嚷什么？是他自己掉下去的，又不是我们推下去的，我们也很难过。是恶魔用了血炼神兵，大幅提高攻击力，雪鹰才。总之，我们会按照血炼神兵这条线，不断查下去，早日替雪鹰报仇。血炼神兵卖给了谁跟我没关系。雪鹰为了保护我们，他跟恶魔拼命，他命都不要了。你们几个一点事儿没有，还好意思回来？你干什么，蒲元博？我们该查的都查了，所有的兵器店都没有血炼神兵。你以为恶魔跟你一样，就知道大吼大叫，大吼大叫就有线索了吗？那就接着查呀，你接着查呀，查呀。雪鹰，他说好了大家一起回来的吗？为什么我们都回来了，他自己没回来啊？怎么回事？蒲阳波正怂包的人都发飙了，还不是因为东伯雪鹰，他掉下了黑风崖，估计是活不成了。他们不是去找恶魔的线索去了吗？看来也没找到什么。平时不是挺有能耐的吗？现在是不敢了还是不行了？挺住，站稳。不想再练了，继续练，基本功都练不好，我们私家可没有武功这么废的人。练了这么久，狂风刃的功夫还是这么一般般。谁说我查不到？不是弱者，不是。司徒，好，你干什么？你不去救东伯雪鹰，在这儿耍什么威风？我当然会继续查下去，但你们要接着嚼舌根的话，我就撕烂你们的嘴。你，别看了，教训还不够是吗？散了。是不是经常梦到玉京秋啊？
次。那这不算第一次。为什么不是第一次？这不是梦。当然了，还活着，我们还在一起。那你怎么进来的？你受伤了吗？你说我们这么吊着聊天合适吗？走。他们都说你掉下黑凤崖谷底必死无疑，但我相信，我相信你不会那么轻易的就死掉。我在藏宝阁查到，借助莲花神斩可以抵御气流。黑风崖气流强劲，万丈难测，坠入者九死一生。莲花神斩遇飓风，可变成莲花状散开，对冲气流。真棒！